Welcome to Praying for Dayspring. 欢迎来到祷告晨光，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为教会祷告，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。今天的祷告焦点是：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为教会的关系及各牧区祷告。主题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：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现在让我们花一分钟为教会青少年牧区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晨光教会成为一个世代合一、世代同行的教会。求主帮助教会年长的世代能成为青少年的遮盖，赐给他们更多智慧与耐心来陪伴青少年，也祝福两代之间能有美好的关系。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代，求主保守青少年的心，带他们远离试探，救他们脱离凶恶。主啊，也求你大大兴起晨光教会的青少年，多方建造他们，让他们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能为主做见证，成为同侪的榜样，来荣耀主的名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最后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做结束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